跟上吊事件，上吊不敢讲上吊，都是空吊啊的。化沿海地区的传统习俗。我叔叔说的送肉粽就是送他。所以画面当中这个并不是庙会活动，你有看过庙会活动在晚上的吗？上吊的绳子给取下来，是焚烧入海。出海去，一定有白狗等来啊！啊那无，相传讲迄抓狗车，你知无？不是刚才跟我讲说，其实他是中邪啦。先找出原因了。我现在已经查成这样子，难道你不想上？我想自杀。